期间，我们在上海市中心淮海中路的一个老式的房屋里面，花园里面做这个拍摄。今天的内容呢，也还是防疫机制。刚开始我要讲的防疫机制是退行。退行的意思就是，你的心理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俄狄浦斯阶段，但是在遇到某种创伤的情况下，退回到比俄狄浦斯阶段更早的阶段，具体来说呢，就是口欲期和刚欲期。我们先说口欲期。一个人在已经发展到俄狄浦斯期，俄狄浦斯期当然是最高的心理发展的级别了啊。如果遇到创伤性的事件之后呢，他可能变成一个更多的用嘴巴跟这个世界交流的人。举个例子，在汶川地震之后，我们有点担心灾区的同胞们，他们对烟和酒的耗量增加，意思就是经过那样的创伤性事件，他们可能会退行到用口腔满足他们的欲望和跟外界联系的这个阶段。因为在非常早的时候，我们是通过口腔跟妈妈进行链接的，具体来说就是嘴唇、口腔跟妈妈的乳头的链接。还有一些人呢，他们的退行会更加的严重。有一个现在越来越多的疾病就是进食障碍，这个包括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还有神经性暴食症。而且神经性厌食症是少数可以死人的心身疾病。我们知道的有一个美国的歌星，他的名字叫 Henry Carpenter， 他唱的那个歌在中国是家喻户晓，名字叫做 Yesterday Once More， 就是昨日重来。这个人就是因为厌食症死掉的。厌食症的发病的原理也是因为在非常早期的阶段有一些创伤，这些创伤隐藏在那个地方，到了成年之后因为没有足够的恢复而退行，或者是固着到口欲期的这个阶段，然后就产生了严重的口欲期的问题，就是进食障碍。进食障碍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治疗的疾病，而且门诊的个别的精神分析治疗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这需要住院治疗，并且需要综合的治疗。这个综合治疗包括精神分析的个别治疗、小组治疗、家庭治疗、行为主义治疗，甚至是药物的治疗。即使是在厌食症被治好之后，都还是隐藏着复发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患上进食障碍这样的问题，他可能终身都要与吃和不吃的欲望做斗争。动力性的心理治疗必须建立在病人的一定程度的退行之上，如果这个病人没有足够的退行，那心理治疗是不可能进行的。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说，这个人如果硬撑着，他总是认为自己对自己的分析可能比心理医生更高明，他到医生那儿去不是为了因为自己弱小而寻求一个更加强大的人的帮助，而是去向心理医生展示他自己对自己的分析比别人对他的分析更加的清楚明白。那这样的来访者呢，是不可以被精神分析治疗的。所以一个精神分析师在跟来访者初次打交道的时候，任务之一就是要促进他的有限的退行。曾经有一个比我还大十来岁的位高权重的男性想找我做心理治疗，通过我们共同熟悉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他不希望去医院找我，而是要在咖啡馆里面跟我谈话。我坚决地拒绝了，因为我觉得他不愿意在医院来找我本身就表示他
不愿意退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给他做治疗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经过中间人的一些协调，最后呢，这个来访者他还是到了我的诊室，但是他是穿着网球服、网球鞋，还拿着一个网球拍子进我的治疗室。哎，进去之后呢，他就把他的网球拍子放在我治疗室的桌子上面，然后跟我说：“我顺便来看看你。”我听了之后的反应情的感觉就是，他没有把我太当回事儿。而一个看医生的人，如果没有把医生太当回事儿的话，直接等于他没有把他的自己的问题当一回事儿，或者更严重的说，他根本就没有把自己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太当一回事儿。坐下之后呢，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当着我的面分析他自己，然后显得他对自己的分析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他把自己真的分析得很清楚的话，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生的困扰和情绪方面的问题。而且他穿着如此随意的衣服，而且还告诉我说他是随意顺便来看看，这点本身就是一种对整个治疗的忽略或者说阻抗。在跟他聊了差不多40分钟之后，我跟他说，你现在情绪问题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我希望你能够在我这儿做一个短程的，也就是说不超过40次的精神分析治疗。但是他叹了一口气说，哎，哪有这个时间呢？我就知道也许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面官职差别太大，还有就是也许因为他的年龄比我更大，所以他没有办法在我面前退行。心理治疗必须在有限的退行的状况下进行。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我来上海，然后见到一个女性治疗师，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啊。我就跟她说，我上次到上海没跟你打招呼，对不起啊。然后他说，你到上海来不用跟我打招呼的，因为我的病人会去听你的课。有一次我的病人去听了你的课之后，进我的治疗室直接走到窗户边上，把窗帘拉上，一边拉一边说，光线太强不利于退行。大家都知道精神分析里面有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就是治疗师的躺椅，病人躺在那个上面，然后治疗师坐在他后面，治疗师可以看到病人的一举一动，病人呢看不到治疗师。弗洛伊德认为治疗师的隐身的状况，换句话说病人看不到治疗师的状况也是可以促进退行的，躺下来也是可以促进退行的。只要是住过大学学生宿舍的人都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学校强制性关灯之后，大家都可能还会谈很长时间，而且这个时候谈的话呢，可能是跟理性关系不大，而更多的是情感层面的这样一些东西。所以从临床角度来说，如果一个来访者过度理性，满脑子都是学术术语或者是什么样的哲学思想的话，让他躺下来也许可以促进他的退行，让他更深的情感方面的东西能够流露出来。还有一个治疗师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促进退行的例子，我们有一个男性治疗师，大概40岁左右，他的一个来访者是中国位高权重的一个人，两个人一起进了一个房间，坐下来之后发现这个房间的门没有关，这个男性治疗师就率先说，你觉得我们是开着门谈比较好还是关着门谈比较好？这个60多岁的老头看了一下那个门，然后看着治疗师说，我觉得还是关着门谈比较好。这个男性的治疗师就说，我也觉得关着门谈比较好，但是我绝不去关那个门。对那个60多岁的老头来说，可能他
已经几十年里面没有任何人敢对他用这种口气说话，所以他盯着这个治疗师看了几秒钟，最后站起来去把门关上了。这是一个非常有味道的例子。治疗师通过对这个在治疗室外面位高权重的男性以对待其他的来访者的方式对待他，就把这个位高权重的男人的在外面拥有的地位和权力关在了门外，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就变成了纯粹的医患关系。这个使治疗师获得了能够帮助这个比他大20岁的男性病人的能力。我们可以仔细体会一下，这个人在外面的确是位高权重啊，但是在他心里面一定是有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寻求治疗师的帮助。他可能是不知不觉地带着他在外面的权力和地位进了这个治疗室。如果他带着这些东西，那么这个治疗师就没有能力能够帮助他。但是这个治疗师用谁关门这种方式显示了自己的内心强大。虽然这个人的60岁的这个自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但是他内心里的小的自己会觉得，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强大到足以使我小的那个我长大的治疗师。这个例子听完之后，我真的是对这个同行非常的佩服。我们刚才说到有限的退行是心理治疗的基础，但是如果来访者过度退行的话，这个也可能对治疗造成很大的干扰。我有几个男性的和女性的来访者，他们在我面前过度的退行，是因为我自己对这个关系可能控制的不是太好，所以他们在我面前表现的永远像4-5岁的孩子是一样的。我尽了很大的努力，还是不能够把他们从这种退行的状况中间弄出来，所以呢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治疗关系的中断。过度的退行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办法维持跟你之间的成人和成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他可以在你面前过度的撒娇。还有一个退行就是当一个人面临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现实冲突或者是人际关系的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退回到自己的早年。这种人的经常的做法就是随便碰到一个什么人，或者是在跟朋友聚会在饮酒的场合，一开口说的就是自己过去如何如何。中国成语说好汉不提当年勇，这个好汉的意思就是能够面对现在的冲突。不是好汉的意思呢，就是他永远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过去自己曾经的辉煌上面。同样的也有国家的或者是民族的退行。在30年之前，我们国家还处在比较糟糕的状态，所以我们动不动就说我们国家是有5000年没有中断的文明的国家，我们有4大发明等等。但是经过了这30年的发展之后，我们有足够多的此时此地的骄傲的时候，那些过去的骄傲就离我们远去了。可能马上就有人要问，怎么样让来访者有限的退行呢？治疗师的做法应该是尽可能的提供给病人一个安全的有利于退行的氛围，保持治疗师的基本的3个态度上面的原则，就是节制、中立和利民。这些东西呢，我们也许以后在讨论的时候会再继续讲到。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来访者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分清楚到底是他的心理发展已经从比较高的水平退行到了比较低的阶段，还是他本身就在比较低的心理发展阶段没有出来。有时候啊真的是非常难以分辨，这个需要对来访者的整个的生命历程做一个详细的了解。不过从具体的治疗来说呢，我们有时候不需要分辨得太清楚。那个意思相当于说，我不管这个人是从这个房间里面出去了之后再回来呢，还是他根本就没有从这个房间里出去，
实际上在当时的状况都是一样的，就是他此时此刻还待在这个房间里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讨论一个案例，有一个德国的治疗师来做督导，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争论这个病人到底是发展到了俄狄浦斯期之后再退回到干预期，还是这个人本来就一直在干预期里面待着而没有发展到俄狄浦斯期。那最后的结论就是部分对部分，意思就是说他的有一部分的确是已经发展到俄狄浦斯期了，但是推回来了一部分，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他的有一些心理状态仍然在干预期里面，根本就没有出去。我们有时候在生活中间突然看到一个人他变得很幼稚，本来他是已经很成熟的人了，这就是表示他退行了。有一个玩笑说，如果一个女人她把她的头发弄得比她现在的年龄年轻十几岁的话，就表示她肯定经过了什么样的精神的刺激。还有一个退行的方式就是生病。我记得有一个女性学员告诉我说，她老公一年365天肯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会感冒，然后在感冒期间呢她会不下床，实际上感冒症状不是太重，但是她会成天躺在床上面，然后要她的妻子端茶送水，她可能除了上厕所之外其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床上待着，而且还哼哼唧唧。这个女学员问我说，她说一个大男人一年中间好像一个女性来月经一样的这样折腾几天，她问我这个到底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我说如果她仅仅是一年中间有7天这个样子，其他时间都生龙活虎，能够该干嘛就干嘛，为什么不可以呢？如果你认为这个不可以的话，那好，可不可以这样子，就是让她把这7天的糟糕的状态平均的分配到一年中间的其他的日子里面，然后变成一个一年到头都萎靡不振的人，你觉得这样可以吗？他说那我宁可他一年中间有7天的短暂的而且程度比较高的退行。然后就他说我觉得这样也更好，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的退行是为了更好的进步。有一些成年人他们把他们的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网络游戏上面，这实际上是一种退行。为什么呢？因为网络游戏的空间毕竟是比较狭隘的，相对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的世界，而且网络里面有很多事情是由自己说了算的。在网络里游戏里面，一个人他可以有一种无所不能的控制的感觉，这可以用来弥补他在生活中间的无力感，或者他对现实生活中间的把控上面的无力感，这是典型的退行。我们再做一下比较，现实生活中间有很多的不同的人，然后不同的事件需要我们有足够成熟的现实功能去处理。如果我的自我功能不足以处理这些事情的话，我就让自己沉溺到比较狭隘的网络空间里面，然后在网络空间里面享受自己是国王一样的无所不能的感觉。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巨大的退行，甚至已经退行到婴儿期了。不过有一点我们可能需要解释一下，沉溺网络游戏包括退行，但是在一切行为中间都可能包括几个防御机制的综合的应用。比如说沉溺网络游戏是部分是退行，然后它也可以是攻击性的转移，也可以是对现实的否认，也可以是对活生生的爱恨情仇的隔离，还可以是对现实中间其他的人的攻击性的建筑行动。有一些文学作品，比如说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都描写了一个人在非常恶劣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退行的例子。具体来说就是退行到口欲期或者是干预期。还有一点需要延伸的说一说，就是一个人他退行的口欲期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具体表现就是过度的应用嘴巴，这个包括吃喝以及过度的言说，而且说的内容呢可能空洞无物，对他人可能会导致伤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别人没有对我们实施暴力，
但是别人不断的说，把我们说的心烦意乱。从内心的或者关系的这个角度来想，推行的口欲期的意思就是对周围的事物或者他人有过度的依赖。过度的意思就是有婴儿对母亲般的依赖。如果说我们说一个人他推行到刚欲期，就是1到4岁这个年龄的话，那么他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呢，就是过度的控制。刚才说到的象棋的故事和热爱生命里面讲的两个男人，就是在经历了灾难性的事件之后变成了对环境过度控制的人，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心理发展阶段已经到俄狄浦斯期，就是对环境没有那么的控制，而是对自己的够好的控制。下面讲另外一个防御机制，就是升华。有人说升华是唯一的成熟的防御机制，也就是说我们以前讲的投射、压抑，刚才讲的退行，还有反向形成等等等等，都是不那么成熟的。但是需要说一下啊，我不太喜欢成熟的防御机制和不成熟的防御机制这样的分类，我更愿意说神经症型的防御或者是非神经症型的防御这样的这个说法。因为成熟和不成熟这有过度的褒贬的味道，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好像他不应该使用这样的防御机制，如果他使用了这样的防御机制的话就表示不好。所以我更愿意描述防御机制本身，而不愿意对这个防御机制做出成熟或者不成熟、好的或者是坏的这种评论。而且我还有另外一个感觉，虽然升华和象征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但是我更愿意使用象征化这样一个说法。但是为了照顾大家的习惯呢，我还是说升华。升华它的精确的定义就是把原始的攻击性或者是利比多上升到更加高的水平，自我完美的解决了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冲突，并且能够跟社会保持和谐，这个就叫做升华。举个例子，先说性的升华。在弗洛伊德的眼睛里面，所有的艺术的形式都是升华的表现。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观察孩子的成长，孩子在拉了他的大便之后，如果没人管他的话，他会去玩那些大便，有时候可能还会把那些大便放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弗洛伊德说，因为大便是这个孩子这一辈子制造的第一件艺术品，他因为自恋，所以想跟这些大便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小孩拉了小便之后的情形，很小的孩子在拉了小便之后，他会用脚去把小便拨开，让他拉的小便占更大的位置，这个也是满足他的自恋的一种形式。这样的一个欲望在成年之后呢，就升华成买更大的车子，住更大的房子，或者是当了将军和皇帝之后，更多的攻城略地，有更多的疆土的面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成年之后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他在婴儿时期的欲望的放大，在本质上呢他们是相同的东西。有这样一些关于升华的说法，一切艺术形式都是利比多的升华，比如说唱歌是利比多的声音方面的升华。我现在面对的摄像机后面坐的人实际上是偷窥欲望的升华，外科医生是杀人欲望的升华，本来他是想直接在人身上捅刀子然后造成这个人的死亡的，但是我们知道外科医生他在病人身上动刀子是为了拯救这个病人的生命。当兵或者是当警察是攻击欲望的升华。有人会说心理医生是偷窥欲望的升华，为什么呢？因为心理医生可以听到别人很多的秘密，而且做精神分析治疗的治疗师，他们探索的是人类心理世界的最深层的那个部分，这个也可以是偷窥欲望的升华。画家是涂抹大小便欲望的升华。在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里面有两个问题，要么呢就是过度和过早升华。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让几岁的小孩
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与音乐有关系的事情的话，那么这就有可能是过早的和过度的升华。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小孩他们应该遵照老天给人类安排的自然的进程，在这个年龄呢有更多的身体方面的运动，因为身体方面的运动是直接表达他们的攻击性的。如果把这个话说得更加通俗一点，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或者我们的教育的文化让孩子过早的过度的文雅了一点。如果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就是文胜纸则史，纸胜文则野。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素质里面文化的那个部分多于了他的本质的话，这样的人就会变得酸腐。如果一个人的本性里面天然的那个部分过多的超过了文化的那个部分，这样的人就会变得野蛮。很显然，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在文和纸之间寻求平衡。孔夫子的原话是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现在有一些中小学里面削减，甚至是在某些特殊的阶段，比如说高考之前撤销体育课，这实际上就是禁止孩子们的欲望以一种升华的方式表达的做法。我们在这里旗帜鲜明地说，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做法。美国的精神分析师布莱克曼先生说了这样一个例子，在美国的一个教会学校，孩子的自杀率相当的高，学校当局就请布莱克曼去做调查，然后寻求解决的方案。在做了详细的调查之后，布莱克曼给这个学校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让那些孩子们多从事文体活动。仅仅这一招下来，就使这个学校学生的自杀率大幅度的下降。对一个社会来说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这个社会足够的正义和公平，大家都能够在一个升华或者象征的层面来表达他们的攻击性的话，这就是文明的社会。比如说通过获得更高的权力，有更多的金钱，有更高的声誉等等，通过这种方式来满足攻击性的话，这就是文明的社会。但是如果一个社会要通过暴力、战争、监禁等等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攻击性的话，那这个社会就是不文明的社会。我们已经说过，精神分析这是这样一门学问，探索和回答人为什么活着，以及怎么样活着才是健康的。从升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人一辈子这样活着就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就是尽可能的把你的利比多和攻击性向外以及升华。你越是能够把你本能的驱力升华或者象征化，你越能够活得有成就和幸福。阅读是一种被社会认可的很好的升华的方式，阅读实际上可以是利比多和攻击性的双重升华。我们先说利比多，中国古语说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个意思是说在阅读的时候你可以享受与性有关系的快感。在某些自我功能本能化的来访者身上，他们会把他们的阅读的快感隐隐的等同于性的快感，所以呢他们会生一种疾病，这个疾病的名字叫做阅读不能。我记得我看到的很多的小孩，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实际上就是他把他们的愉快的注意点从自己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转移到了精神上的愉悦。前天中秋节的时候跟一个中国著名的亲子关系的专家一起吃饭，这个专家已经50多岁了啊，是一个女性专家。她的最大的快乐的来源就是阅读，比如说她在昏暗的路灯下等人，这个等人的过程让她一点都不焦虑。为什么呢？因为她可以拿着一本书阅读。然后她到某一个城市去讲课，业余的时间她不是像其他的女性一样去逛街，而是去逛新华书店。她每到一个城市她都会买很多的书带回家。第二，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对知识的占有，实际上在象征层面和对土地的占有、异性的占有，在本质上面是差不多的。但是很显然，对知识的占有是一个更能够让社会接受的一种方式。对知识的占有的巨大，可以使自己在跟别人的对比中间获得自恋的满足，而同样的，这种自恋的满足是被社会允许并且是被社会赞许的。从社会或者是国家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全民备战，这个显然是表示这个社会或者国家处在非常糟糕的状态中间，因为每个人都在准备释放他们最原始的利比多和攻击性。但是如果变成一个全民阅读的状态，这显然是这个社会或者这个国家处在更文明的发展阶段的标志。几天之前，南怀瑾先生去世了，这是我们整个文化的损失，也是这个民族的巨大的损失。我记得我的关于佛教还有《论语》的知识，都是从南怀瑾先生的书那里获得的。我非常遗憾，几年之前曾经有一次去拜见老先生的机会，但是因为别的原因被打扰了，这成了我个人的终身的遗憾。我最近几年讲课讲得非常的多，我统计了一下，去年我讲课的天数是130天，这个还不包括路上的时间，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非常多的使用我自己的嘴巴。如果开玩笑的说，这个可能是退行，就是我的心理发展阶段已经推行到口译阶段了。但是假如我如此喋喋不休的讲话，给听的人带来了一些愉快，当然更重要的是给听的人带来一些知识或者是成长方面的收获的话，那这个就是升华，因为这是被社会允许的，而且没有跟其他人造成伤害。下面讲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呢，就是德国的心理学家们在德国的不同的职业人群中间调查他们的纵火欲望的大小，最后发现消防队员的纵火欲望最强。这个可以从升华的这个角度来解释，就是他们本来就有纵火的欲望，如果他们直接去满足他们的纵火的欲望，比如说把德国的某一幢房子烧了的话，那这个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所以呢，他们转换了一下，或者说升华了一下，他们喜欢火，他们从事消防这个职业，在这个城市任何地方着了火之后，他们都会去开着消防车去扑火。扑火和放火都是一回事，就是都是玩火。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的著名的催眠师米尔顿·艾瑞克森，一个有强烈的攻击倾向的男性去艾瑞克森那里去看病，他需要治疗的症状就是不可遏制的攻击性的冲动。艾瑞克森直接给了他一个建议，就是你去当警察吧。然后这个人呢，就真的去当了警察。在他业余时间，他也穿着制服拿着枪在街上面巡逻抓犯罪分子，代表国家行使暴力。艾瑞克森这一招真的是非常的高明，他直接把这个人内心的与攻击和对他人的控制的冲动变成了这个人的职业。在变成了他的职业之后呢，他既可以通过这个职业满足他攻击的需要，又可以获得养家糊口的职务，最后这个人变成了全美国的优秀警察之一。我的有一个很好的男性朋友，他10多岁的时候，因为长得人高马大很有力气，是江湖一混混，他成天喝酒打架欺负别人。后来他在18岁那年去当了兵，在部队接受了很严格的教育，他从部队出来之后呢，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如果在街上碰到一些跟他曾经一样的江湖混混欺负老弱病残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肯定会出来打抱不平，强烈的攻击那些欺负人的坏人，而且多次获得他所在的城市的政府颁发的
见义勇为奖，这就是很典型的把本来很糟糕的有反社会性人格倾向的攻击性变成了或者是升华成了对他人和对自己还有对社会有利的攻击性。